我出生在新疆，父亲是50年代从内地过来的。听我父亲说，那时候来新疆的人很多，全国各地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。我父亲说，那会儿的人思想都很简单，只要国家需要，随时可以留学牺牲。我叫马天山，从我懂事开始。 我就知道我不姓马。别人都说我是捡来的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讨厌别人谈论我的身世，讨厌别人看我的眼神。我想知道自己是谁，想知道谁是我真正的父亲和母亲。 好嘛，既然大家都不说话，我先表个态。我是不同意把枪法给李大林，看你们的意见。我同意这个意见，把枪交给李大林这个右派分子，我们是个犯错误的。犯啥错误？让狼把连里的羊都吃光了就不犯错误了。李大林这个人到底咋样？大家心里都应该清楚。我同意把枪法给他。 你敢打我，我就告你爸！ 那个嘛，我们举手表决，不同意把枪法给李大林的，举手。 张敏，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的？演戏啊呀，没看出来啊？你这个样子，我们哪个看得出来嘞？ 把票不同意罚枪，好了，那个事情到那个决定了，枪不能发给李大林，他还必须要在全连面前做检查。让他这么保证，没枪让他拿啥对付狼？办法他自己去想嘛。指导员，我们要对人家负责。哪个是不负责任呢？你说哪个是不负责任呢？今天我们把那么多同志请起来啊！ 开会研究，那就是非常负责任的处理问题嘛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不负责任的话，我们回来开那个会吧。哪个了？马天然拿我当冒失野种。他为啥打你？他把杨先生门都开了，我不让他动，他就逃了。打死你的活该！你看你狗日的和熊样子嘛，啊！滚！你敢说滚！你个狗日！你还有脸跑进来找老子？ 老子打死你个狗日！你看老子回去啷个收拾你？你个狗日的，那个混账东西！妈的，你没得用的东西！爸，大刀告密了！走！你的羊圈门开了！什么时候？就现在，你的羊都跑出去了！
头上咋回事啊？没啥，是不是跟人打架了？没有，你就骗我吧你！你就等着，能把回来收拾你吧。 你怎么站住！站住！我爸是军人出身，我从小就怕他。他打我的时候特别狠，一点都不留情。而我妈从来都是坐在床上一言不发。我觉得她根本就不关心我。我喜欢隔壁的刘阿姨。 他是我的救星，每当我挨打的时候，他总能冲进我家的院子，把我爸数落一顿。这打孩子的，这是个不争气的东西嘛！法官断了会了，就没有，就记不住。那话好好说的，这非得打呀！哎呀，行了，快走吧。走啊！真不懂事。哎呀，走吧。 哎呦，嘎远的，有点蹲去了。干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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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的
不是我告诉我哥，是小三儿。滚！ 大家都给他挤压着，把他停一停，别人都看回来啊！来来，看回来，看回来！注意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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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注意
李大力，你要把你破坏集体生产的罪行向全连职工老老实实交代。我有罪，我有罪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写了检讨。检讨书。尊敬的领导和同志们，今天我真心地接受大家的批判。前几天因为我的疏忽大意，连队的羊让狼咬死了两只。看啥子看？都吹过来，开会的嘛。继续交代。对这件事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没有尽到责任。我没有把集体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生命来对待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。我请求全连职工给我一次机会。你怎么没看电影？发电机坏了。我给你妈擦个身子，你先睡吧。妈，咱们连里来了两个女的，有一个叫空小雪，他们都说她是个疯子。睡觉去。来的事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嘛。马红光，你别以为我是傻子，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我也不知道。胡说八道，为啥花花肠子？参问参问嘛，吃素干吃素干嘛。压力像啥事啥，我哪个办法去？
哎呀，人家不是讲了嘛，阿拉暂时等两天呀，过两天房子就造好了。造好了我也不知，侬要在搿搭等一辈子啊？我等你讲啊，我妈家务是不搞个，我去寻侬领导。我等你讲啊，侬老毛病又发了，侬戆多啊啊！人家侪往上海跑，侬倒好，侬要留下来。干什么呢？滚你妈的右派！小赤佬，做戏呀？啥人啊？啊？啥人啊？小赤佬，小逼崽！跑到高头去做啥啊？鬼都出来哪能办呀？明天我就和你离婚。我想了，我也不想再拖累你。你不是心里一直都找着他吗？现在他回来了，你可以跟他在一块儿了。说这些是啥意思？你说我说这些啥意思？你是不是想让娃知道？这人咋这么老实啊？啊！先生，什么事？你们是不是来新老师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哎，先生，你见着新老师了吗？不知道。先生，大头他们说你坏话。说我什么？大头说孔老师是你妈，还说孔老师脑子有问题，是个疯子。他们一家才是疯子，他爸、他妈、他，还有他妹妹都是疯子。饭吧，妈不想吃，你吃点吧。天生，你长大了，也该懂事了。妈给你说心里话，要不是你，妈早就不想活了。要是哪一天，
妈不在了，你要听话，要学会照顾自己。你跟爸说这些是啥意思？我说啥了？我说到你痛处了是不是？陈雨秀，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我马红光是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咋闹了？你说我咋闹了？我跟孩子说话权利都没有？你管的人太多了吧你。呀，纸上了，来兔子肉。累了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可老厉害了，就我这样的没，我愣是把个兔子撵得跑不动了。尝尝，来来，手撒好吃不？嗯，我让我姐尝尝去啊。咋的了姐啊？这都把我当沙子，这人都回来了还瞒着我。老马你进来。那孔小雪回来的事儿，你咋没跟我姐说一声呢？她回来那是上头决定的，跟我有啥关系？那别人可都说你把孔小雪给整回来的。放他妈的屁！我有那么大权利吗？李大林，干什么你？怎么躺这儿了？赶紧给我起来！把羊丢了，我来找我的羊。你喝多了吧你？啊，这是学校，哪是你羊？起来，赶紧给我走，赶走！起来，不走，通知指导员了啊！赶走！走不走？你走不走你？起来，走！赶走！上课，上课，上课去！几点了都？上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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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坐好了。这位是新来的孔老师啊。从现在开始，孔老师负责给大家教数学，大家热烈鼓掌欢迎。天山，我妈说孔老师不是疯子。当然不是，疯子能当老师吗？那大头为什么说孔老师是疯子啊？他的话你也信啊？你要是再说，我就不和你玩了。天山，你是不是你妈生的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他们说孔老师是你妈。你他妈都不知道，别瞎说。咱们算了吧，要是被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我爸会打我的。这样谁敢就有谁的份儿，不敢就只能啃骨头。
胆小鬼。站住！好啊，你们敢偷羊，还敢杀羊，我去告诉老师去。我们没有偷，这只羊是我们捡的。捡的？这只羊我认识，这是李大林的羊。铁蛋，走，我们去告诉老师。想打架？你要是不把今天的事儿说出去，以后让我们干什么都可以。那以后你们可要听我的，我以后就是你们的司令，你们不许在我的背后说我的坏话，不许再骂我野种，你们听见没有？你们听见没有？那天，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英雄，大家看我的样子，也都发生了变化。尽管我也害怕杀羊，但我心里知道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在大头面前证明我的勇敢。也只有这样，大头才能真的怕我，才不敢再骂我是野种。哎，我问你们，谁说的孔老师是疯子？我爸。他怎么知道？我爸说孔老师是上海的知青，有作风问题，后来就疯了，回上海了，还生了个孩子，可能就是你。能肯定吗？我知道该怎么办。怎么办？拿一个碗，里面放上水，把你的血和孔老师的血滴在碗里，看血能不能融在一起。那要是不融呢？那肯定就不是。我听说这样也可以。我爸说孔老师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，如果这个孩子是你的话，你就可以跟孔老师回上海了。我不回上海，我哪也不去，我才……快跑！李达令的整身问题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，我们应该拿出些具体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。办法？啥子办法？几年前我们都已经和他老家联系过了，是不是啊？人家给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有问题，要控制使用。那是当初他们老家的那个小张 U 牌的帽子没摘掉，现在那个小张已经平反了。李达令也找了我们很多次，也写了证明材料，我们不能对这件事情袖手旁观。你啷个是袖手旁观呢？老马，说话要注意阶级立场哦。李达令刚刚丢了羊，犯了错误，他现在是应该认真改正错误，不是想着啷个翻案。这叫啥翻案？这是要搞清楚问题，我们不能对人家不负责任。那就是方案。马洪光，你不要搞忘了组织原则哦。现在我是指导员，你是代理副连长，也不像十年前你可以指挥我、命令我。现在是我在负责全连的工作，你晓不晓得？我再问你们一遍，这羊到底是谁杀的？嗯？不说是不是？我一会儿就拿绳子把你们绑起来，我扔到沙包里喂狼去。叔叔，不是我，我们没有杀羊。叔叔，我也没有杀。叔叔，我也没有杀。哭，哭也没用。说不说？不说是不是？这天一会儿就黑了，我去拿绳子啊，我把你都绑起来，扔到沙包里喂狼去。叔叔，我说是先生，先生，他用刀砍的。天神。
叫孔老师。孔老师，哎，回来了，赶紧吃饭吧，饭在锅里。今天是老师做了饭，快去吃饭吧。班长，谢谢你啊。谢我啥？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。孔小雪，我告诉你，我啥也没有帮你做过，你不用谢我。俺儿子已经回来了，等会儿俺丈夫也回来。你要是没啥事儿，你就走吧。等等，把你的东西拿回去。班长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无论如何你要收下。那走，你就给我点面子，我求求你。我求求你，孔小雪，你别再来折腾俺家人了，中不中？俺这些土包子斗不过你这上海人。天神，天神，哎，妈饿了。哦。妈，您吃吧。刘排长，哎，刘排长，喊啥呀？跟猫跳秧子似的。不是，刘排长，你们那个保镖有点问题了。有啥问题啊？你们那个东边的事情都没做完呢。啥叫没做完呢？那我们干的呀。是，你们是做了，可但是你们那个事情。事儿咋的？干了不就完了吗？哎，问你个事儿啊。我是啥？你下面的毛长齐没？叶班长，我在跟你说正事，你莫跟我开玩笑。我他妈也跟你说正事儿呢，要不我给你检查检查。你们要再这样闹，我告指导员去啊！呀，还学会拿大屁股哈人了，姐妹们上啊！大姐，大妈，去李校长那儿揭发李大林杀连队的秧子。大头让我跟你说，咱们谁都不能承认这件事是我们干的，这赖在李大林的身上。他说李大林自己杀了羊还吃了羊，咱们都看见了。这是谁想出来的？大头还有小三儿，因为李大林是右派分子，就应该揭发他。你是不是也参加了？我要不说他们就不和我玩了。滚你妈的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在找水。你找到了吗？很快就找到了。哎，你看，我找到水了。
今个星期天多非常一回。我去团里开个会，你和你妈的饭我都放到锅里了。我不在这几天，你让你留下来做个饭。我走了。打你多少回来？两三天。走了。没咋。我问你，揭发李大林的事是不是你挑的头？我问你话呢，是不是你挑的？是大头干的。你和娃娃家懂个啥？你们这么一做，李大林就放不成羊了。下次再看见你跟大头在一起，我把你往死里打你！我，拿上，给你妈买上三公斤红糖，剩下钱给你妈，不要乱花啊。嗯。第一次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，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奔跑在没有方向的原野。那时候，我就像一个指挥官，我命令大家搜集关于我身世的各种证据。大家都非常认真，也非常无私，因为对孩子来说，没有比侦察大人的秘密更有意思的事儿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爸的小本本，里面写着好多你爸的事儿。昨天我爸和我妈吵架，还说你爸的事儿。他们怎么说的？晚上我爸爸从床上掉下来了。我们现在是在破案，知道吗？他俩就吵起来了。我爸说我妈犯贱，我妈说我爸不是男人，马红光那样才叫爷们儿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还有谁能知道我爸的事情？我们家没有小本本，我问了我妈，我妈说你现在的妈肯定不是亲的。我妈又怎么说？我妈说你妈是空小雪，你爸是马红光。你妈怎么知道的？就是道呗。骗人！我没有。就是你骗人。我你就是骗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每人回家，在自己的家里找找看，有没有这样的小本本。如果有的话，马上向我汇报。哎呀，我以前呢就是傻，你说我要不傻，谁下给那王八犊子玩啊？昨天晚上我急眼了，让我一脚蹬地去。那你不会带他去医院瞧瞧，检查检查？咋没去呀？他去年回老家，给他看多少大夫，那汤药吃老了，不顶事儿啊。
饭吃了，快凉了。嗯，这世上就没有买好被窝了。人这一辈子，谁也说不清会走到哪一步。你说，我当初要不是太逞能了，我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老爸学堂里干啥去了？谁知道啊？这他啥时候出门也不会告诉我呀。那这事咋办呢？哎妈呀，这多吓人呐！这不考着了吗？这是，今晚这大半夜的你干啥呀？你这是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这咋的了？这是，干啥？这是，我这老娘们就贱，不打你不行，非得把你打死咋的？我知道你在找什么，找什么？你在找孔老师的脚印。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上次咱俩去侯柳滩的事儿，你和你哥哥说了吗？没有。真的？走。去哪儿？沙包后面。好。你别跟着我，别让别人看见。你从那边走。等你好半天了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孔老师。这事儿不能跟你哥哥说，知道了吗？怎么了？痒。
呀什么呀？滚你妈的，消失点。走。彪子样的啊！你们想抢死吧你们啊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不听话的，你现在这么不听话了！我打死你！我倒是生气了！我打死你！打够了吧？你还敢犟嘴？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？你看我今天不打死就打死！行了行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打死！赖我！嫌我汉找我要报表，我寻思跟他说说工作的事儿呗，谁知道碰上这几个小瘪犊子了。去，给他一，去见他错。去呀！狐狸精！给他搁到有啥意义嘛？啊！别讲了，小人是不是侬个还讲不清爽？人家小姑娘家许多年数，侬要去把侬啊？再讲了，带个小人回到上海，朋友都不好寻。好了，都不要讲了，再讲我去死了。不晓得，天才就是我儿子，我看得出来的。连长，这是团里给你开的诊命，同意你回上海。明天早上，你们坐马车去团部，团里有车送你们去乌鲁木齐。进来坐吧。不了，太晚了。你今天来？就是要赶我走是吧？小雪，回去吧，这个地方不适合你。我这次不听你的，我要留下来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总放在心上，十多年了没有你的消息，你在上海待得好好的，干啥要回来吗？我要我的孩子。小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孩子没有了。有，我知道有。你别再瞒我了，我求求你，我都快要发疯了，真的，我求求你。小雪，你得冷静一些，冷静一些。咋这么晚还没吃？给你做饭。你咋知道我回来了？猜的。你妈飞了。穿的是毛衣。几点了还不飞？那得把这都指出来呀，剩的田扔了，你跟田玄没啥船呢。爸，饭好了。我不饿。我从团部黄医生那里抓了些鱼，他说这个房子比较灵。
你先吃上一个月，要是好的话，我再去抓些。花那冤枉钱能啥呀？俺自己啥呀？俺心里清楚。天山，把那柜里的酒给恁爸拿出来。就不玩。我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什么？密电码？才不是呢！不是，你说是什么？反正不是密电码。如果是怎么办？如果你乱说！他知道你的亲爸爸是谁。那把枪都交给你了，希望你把我们连队的烟放好，争取不少一支。没想到组织对我这么信任，请指导员放心，我一定干好这个事儿。来了，这，白天啊，给他印两次水。那啥，你进屋快溜的把我那个被窝收拾一下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以后我叔养院了，别说我没告诉你啊！进，别他妈跟我装犊子，爱住哪住哪，死外面才好呢！个孙王八犊子玩意儿！我说我去行不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让他知道他这辈子害了多少人。姐呀，你找上你能说啥？我要跟他说清楚，他这辈子毁了我，他毁了我的生活，毁了我的幸福。咱进屋吧，别人看见啥玩意儿呢，行不行？进屋呗。我还怕人看见，我连死都不怕了，我还怕人看见。你别管我嘛，你别管我。叔了，我的命咋这么苦？叔了。那年你走以后，孙四海去打小报告，把马红光给整下去了。他因为打小报告有功，就当上了指导员。他怕马红光有一天起来就往死里整他，那班长看不过去，就跟孙四海对着干。寒冬腊月的，带着身子跳水里去干活，最后就落这么一身病。你说他现在这个样，我不想听。小雪儿啊，咱过去都是好姐们儿，你能不能别再让班长为难了？他这辈子不容易。你能走吗？Come on.
看到你们三个小时了，我怎么开夜不开门？都帮帮忙，帮忙！胡小雪，小雪，胡小雪，把门打开！开门呐，开门呐！能开开门，哪能被？手都开一下！胡小雪，把门打开！指导员，这个里头是黑的，什么是看不清么嘞？把窗子打了，钻下去看。小心啊，弄开开门啊，弄开开门啊！你领导来了呀？指导员，不行，你这个窗户太小了。老头，你去钻下去看。快！没包住啊！我求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你再骗我，顾小雪，小雪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先生，干啥呢？没干什么。我问你，你阿姨那脑袋是你打的不？她是不是跟小武汉在一起？打得好，把小武汉那狗日的眼睛打瞎才好呢。这。
杨，大杨，你醒醒，我是跟你闹着玩的。大杨，我也是跟你闹着玩的。我掐死你！你掐掐。天山，天山，天山。给你妈把眼合你打了就明白了。快吃，免唾了。
累了，有啥事吗？我们进屋里说吧。有啥话就在这里说吧，屋里乱哄哄的。那我去收拾收拾。不用了。班长的追悼会什么时候开？不开了。为什么？他是自己不小心把毛衣放在了凳上，又不是因公。那我走了。另外我想告诉你，下礼拜我就回上海了。大口喝，都喝了它啊！一会儿该让被窝捂汗就好了。来，天山，你知道不？你妈这辈子最惦记的就是你。她以前怎么打你，怎么骂你，那都是为你好。他给你织那老些毛衣，那就是怕天冷你没穿的。这些衣都给你缝好，等天冷好穿。好孩子，记一句话，千万别记恨你妈，行不？咦，孔小雪是什么人？等你大了就知道了。睡吧，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酒。好，回去替我谢谢你爸爸。跟你爸爸说，你妈妈这棺材啊，明天就砌好了。叔叔，你的羊是我杀的，你的头也是我打的。叔叔，对不起。
哎，干啥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这整走火了，一枪崩住你，啊？只要一枪能把我崩了，那好了，我倒解脱了。哎呀，我当时要的这把枪啊，那两只狼，我一枪一个。干啥呢？你幻想呢？哎呀，我天哪！你怎么能有枪？你李大林是右派分子，怎么能有枪呢？哎，对了，都说你和康雪有点事儿，你俩到底啥事儿啊？过去的事儿记不清了。哎，装。那你说，陈玉秀的死和孔小雪的回来有啥关系吗？不知道。我看你是不敢说真话，你还怕？哎呀，你说咱这全连还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对待你吗？哎，谁敢和一个右派喝酒？我敢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什么孩子？马天山是不是你儿子？喝多了吧？我喝啥多？我喝多了。我现在很清醒。马天山是你的儿子，不是马红光的，对不？马红光是我恩人，他救过我，也救过小雪。他是个汉子。你我都不行啊。咋的？那我不是汉子啊？你打听打听，这全连我尿过谁？我他妈赵先民，我怕过谁？你放开我！陈明，你他妈找死啊！你，你他妈恨我了吗？我他妈要杀人！谁家叫我崩了他妈谁？今天过年，你给我信电话。你点七八十。快跑，小武汉！赵明，我告你啊，你别犯病啊！你快，快跑，小武汉！指导员，上一边去！哎呀，快跑，小武汉！我他妈崩了你！妈呀！你这不自由了？别跑！你给我往门口看。大人了，跑！大人，你干什么？大人了，大人了！别动！大人跑！小兄弟，你干什么？放了把枪，放开！把枪放开！你放！小兵，你他妈给我放开！大人，这边来，给我把枪放下！兵长，
哎，可爱的边疆，我青春燃烧的地方，大漠戈壁给我勇气，美丽的雪山给我理想。小雪，你有些闲时了，还没写完呢。妈呀，你真有才。谁在拉琴？你拉的什么曲子？我还没取名字。你会作曲啊？我也会拉琴。我该走了，下次吧。哦，我叫孔小雪，刚从上海来的。你叫什么？右派李大林。右派的，好像，他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他老师是右派，他跟着收了钱的。我听人家讲，伊是英语足球学校的上。啊，真的？哎，这还能可以叫伊帮他写曲子？是呀。哎，班长，班长，那咱们可以让他帮咱们写曲子。咦，他是右派？哎呀，右派怎么了？你又不嫁给他啊？哎呀，行行，小声点吧，别让人家听见。哎，小雪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别瞎说，没有。你说实话，你要没有，没有。你要说实话，你就是班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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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长。李大林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孔小雪独自偷录儿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不是。那本子是你的嘛？那上面都是你写的字，那是我们在孔小雪的屋头找到的。奶奶，啥子意思？献给亲爱的。啥子亲爱的？亲爱的是哪个？那是我写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，孔小雪是知琴，我是右派，他怎么能看得上我？你狗子还不老实，再不老实，再给你点个人断！你们在做啥？快把轮船起来！马连长，你看，证据都在那里，他还死不承认，给他加个人断！不能再胡闹了。弄不好要出人命的，马连长，不能再胡了。这个事跟李大林没有关系，孔小雪独自的吧，是我的。连长，那个事你开不得玩笑哦。你看我像开玩笑的吗？你们听到的哈，连长，那个事情是你说的哦，你要负责任的哦。我当然负责任，跟我出去。走走走。
李大林，你给我老实说，孔小雪毒死的娃是不是你的？连长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和小雪！我求你了，连长，求求你，连长，连长，我求你了！你这个狠人精啊！连长，连长，对不起。有啥对不起的？把你连累了。没关系，大不了不当这个官了。孩子怎么样？因为你是早产，娃生下来以后身体太弱了，抢救了一天还是没保住。干什么？拿这个扎我。就说你脑子受了刺激，明白吗？孔小雪，你把尖刀放下，你不能胡来啊！你把尖刀放下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孔小雪疯了，孔小雪疯了！医生，医生，你看，你看他扎我，他用尖刀扎我了。你的病退证明拿好，回去交给当地政府。连长，不要哭了，别忘了你现在是个病人。上车吧。连长，给你留张照片吧。到了上海，来个信，报个平安。孔小雪走的第二天，马洪光就把我从团部的医院抱了回来。从此我有了一个家，有了一个爸爸和妈妈。给太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天我为什么拼命地追赶担架，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。当时我并不知道李大林
就是我的生身父亲。也许是父子连心吧。我和我的亲生父亲李大林没有见到最后一面。听父亲马洪光说，他走得很平静。李大林被埋在了连部边上的沙漠里。出殡那天，我的生母空小雪拉了整整一天的琴，而我的父亲马洪光也就陪着他站了一天。两年后，我的亲生父亲李大林平了反，摘掉了右派帽子。我父亲马洪光同意了我的生母空萧雪的要求，让我去了上海。在离开新疆前，我去看了父亲和母亲当年相爱的地方。